主料三黄鸡半只，花椒八粒，盐四个，辅料酱油一大勺，鸡精二克，醋一大勺，辣椒油一小勺，白胡椒二克，香菜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到二十分钟，即用清水泡两小时，中间换水，这样可以去掉腥味。用盐均匀的涂抹机身，加入花椒、葱姜腌制一小时，腌制好后放入高压锅，隔水蒸15分钟，蒸好去掉花椒葱姜，晾凉，切块装盘，调对料汁，六月新酱油鸡精辣椒油醋白胡椒，把料汁均匀的浇在鸡肉上，撒上香菜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整鸡可以换成鸡腿或鸡胸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